帮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不打。常常，最后一次，明天帮我把他约到这儿。你疯了吧？你把一杀人犯叫家里来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是不是报警了？让警察来家里抓他？又被你发现了，明智。 喂，您好，是孙哲先生吗？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这儿有一个北宋的官窑，想请您鉴定一下。哦，那您明天下午3点钟有空吗？
Ve ha.就这儿。不用了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这老房子几年了？这个。到底是谁？放下！